是 LV 的丝羊，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让你从内到外觉得很清新宜人的香水，然后在炎炎夏日的心机香，因为有的香味在夏天会很快就没有，但这一支香水可以在身上呈现不同的层次感，它会带有微微的茶香、微微的花香、微微的果香，那很适合你要从事逛街啊、看展览的时候，或是要跟朋友约会，你不想要喷一个太张扬香味，可是又让人家想要靠近你的话，我觉得这一支很适合，可以把它撑在身上试看看，推荐给你们。今天分别为各位介绍两支，一支是 LV 的思羊，思想的思，飞扬的扬，那另外一支是午后之泳，就是下午的时候去游泳。那这两支最明显的就是这一个丝绒，一开始它是直接在你身体上喷上去，体感可以降温3到5度，它是非常直接单刀直入的，好让你可以立刻降温。那一开始我觉得就是在游泳池畔旁边，所有年轻人会做的游泳池的 party 活动，而且色彩是缤纷鲜艳的，因为它柑橘调带出来。那到了中后调之后，它是很明显的西瓜皮，你吃完西瓜之后留下来的红跟白之间，西瓜皮的味道带出了海洋的味道。那我觉得这个是它最大的特色。另外一支丝羊，丝羊呢，它在我身上是呈现的一开始柑橘调，后来转到了皂感。我觉得就像是在湖边小屋，因为湖边山上的小屋，它的环境就是比较凉的。那我觉得用了这一支，它让我感觉是洗完澡之后有一个贴肤的感觉，它是一个环境的凉感。那这两支最大的不同，如果你要问我说它带给你的凉度是多少，我觉得这个是身体上的直接降温3到5度，那这个是环境，很像是冷气房维持在25到26度之间，这是这两者最大的差别不同，但是都很舒服，都很凉。